我问你哦，厝边的甲杜凯威分开的原因，我听过三十几个版本，啊你呢？我无问过，我嘛唔敢问。哦，我听讲迄四修学长是第三者哦。哪有可能啊？你敢无感觉四修学长对厝边足好的吗？伊生甲小烟斗，厝内底小好呀，啊讲话阁小好笑，唔算伊要选啥？问题是在一直甲学长当作是姊妹啊无？啊无，我嘛希望因会当做伙。我会记得你咧甲伊说小学长是。我真清楚，学长袂介我即款的，甲大比起来，我差足。即摆像你单纯的好人无济啊！你讲，你对咱厝边想要创啥？我无啦。心头若是开啊，所有困难都会拢就就都无去啊！出啊啦！嗯，啊，你讲啥？衰啦！你总算是想开啊，袂去已经破出破走啊。人吼，就是安尼啦，向前看，莫一直闭伫咧较早的代志内底。听我讲，下一个男人会更好。有道理。是房东说房子要独耕。啊，我即摆哪有钱搬厝啦？即摆厝拢小贵耶。啊，无你先租一个套房啊。套房收细啊啦，我袂当委屈阮家的叔叔。对啊，而且套房也袂用饲狗。对呢吼。啊，你带伊转去恁家住啊，恁家毋是透天的。啊，爸哥恁家嘛是透天啊，敢会拄好有一间房间会当收留阮母仔囝？对呢，阮家吼楼顶吼，阮家楼顶是。一间房间拢无安尼，就是讲呢，而且你木村住上差，你家客户去甲走。对啦。小慧，我甲阮爸阮妈住做伙呢。好啊，我就知啊，恁查某人吼，义气比纸薄啦。哦，你说什么薄？伊啥你客户告官处罚，我讲多白。